很多人在问我剪辑设计用什么笔记本，市面上大多数厂商对待这一类用户一贯的操作就是加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键盘或是触摸屏，但这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不，英伟达推出了专为设计而生的全新平台 Acer Concept D9RTX Studio 笔记本，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直接搭载了性能强大的英伟达 GeForce RTX with 2080 Max Q Design 与英特尔 Core i9， 使用了针对创作力应用的驱动英伟达 Studio Driver 硬软件双管齐下。在 OB2019 渲染器的测试软件中， RTX 可以针对物理光线进行精准渲染，近乎提升了三倍的效率。而在 Adobe PR Pro 2019这款高效剪辑软件中，在处理 4K 以上的素材时， RTX GPU 能够非常流畅地进行回放和渲染。而在 Red Cinema X Pro 这个顶尖摄影机拍摄的高清视频，分别使用 4K、6K、8K 分辨率视频素材进行回放帧率测试， RTX GPU 的加速则能够让帧数保持在非常流畅的状态，轻松应对高分辨率素材的后期处理。在完全交给 GPU 加速处理后，整体提升了10倍之多， CPU 需要花6分钟才能完成的处理， RTX GPU 仅需36秒就可以完成。可见在工作效率上， RTX Studio 能够为创作者带来很大的提升，用户无需再被迫选择昂贵又笨重的工作站本， RTX Studio 正是为设计而生，无疑是创作者的最佳选择。